是东宫暗卫，都赶紧通知公子。梅林，梅林，梅林，你的圣旨马上就来了。公主，圣旨到。梅林接旨，西燕梅林德行出众，才情过人，为和亲之任，特选入芳华殿侍奉燕妃，钦此。梅林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哎呀，其实都是皇上他不让我说的，皇上他也是为你好，他怕景王提前知道了会过来阻拦，所以。公主，你的好意我都明白，我有东西忘了给月清公子，我赶紧去送给他。啊，那你快去。你还是素净一些好看。其实盛装也不错。王爷。来了。王爷，梅林姑娘被分到了芳华殿。王爷，燕妃娘娘让奴婢转告王爷，梅林姑娘舍不得月琴公子，追出去送人了。王爷不必白跑一趟。妾，追上西燕使团。是。是月清无用，没能护住他们。阿佳，阿佳，醒醒，醒醒，阿佳。爷，别睡了，起来，醒醒，起来。梅林，我会带他们回去的。我送他们回去。你冷静。他们不该这么回去。他们都是被无辜卷入大燕夺嫡之争的棋子，而我并非知棋之人，纵是有心也无力相救。你们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有个东宫的暗卫跟着你们，是不是太子看到了？梅林，你别冲动，你现在是芳华殿的人，我们的荣辱安危是一体的，相信我，没有人敢轻易的伤害你，活着等我回来。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，可以去问秦王。姑娘们，我会带回去的。公子，他们就拜托你了。